各位，今天是这个很久不见的贝利美终于回归了我们这个欧洲大战了，已经很久没看到他了。谢谢大家，大家应该也是很想我们的贝利美哦，好吧？他最近去忙人生的大事，所以可能比较少出现一点点。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明日泛舟这个欧杯大战。今天我们会抽我们这一次就是总共100抽，然后等等抽到我们这一次的重月或者是零的话就加10分，抽到其他限定的角色年跟系还有令的话加8分，抽到我们的这个五星角色火烧可以拿5分，再来就是打开包包，如果是蓝天白云就可怜的话是负1分，接着如果你歪到其他任何的六星减10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后来出现的规则，就是如果有人抽到双蛋黄的话，你可以跟任何一位指定的对象来交换分数，大家熟悉的规则好不好？好嘞。好，那小弟懒猫我呢又来宣传一个这一个好康给各位了，真正最安全的游戏储值网站魔厨它来了哈，在魔厨呢你最少能够拿到94折的这一个优惠，而且呢如果你输入我的推荐码也就是 Linkit 哈去注册的话呢还能拿到优惠券，总共200元的优惠券，重点呢是魔厨呢它是完全的安全，我们是敢开发票的游戏储值，有完整的售后，也因为我们的发票以及我们的公司是能够被查到的位置的这一个关系呢，你不用怕被骗，不用怕退货，因为我们比你更怕。好，我自己的账号呢，以及大丸账号，还有很多人的账号呢，我们也都是使用魔储的。我们有多种的付款方式，信用卡呢也能够去做储值。那最重要的呢，还是再度跟各位讲一下，你现在使用这一个我的推荐码去注册的话呢，能够拿到200元的这一个折价券，让你在游戏储值上面呢，能够又安心又便宜又安全。那欢迎来试试看我们的这一个魔储。好，来了，100抽，分数加全5倍啊。OK， 好啊，来啊， okay， 好啊，来啊，来啊。那负也是5倍啊，来啊，5倍。干嘛？威利美，你干嘛？没有，这个应该没有吧？这个应该没事吧？大王，那个怎么感觉比较亮一点，还怎么样的？我感觉我25分。我觉得是大家解析度的问题吧。我这个是有事吗？哦，吓到我了。十铁兽，五分，25分。这随口一说的背好强哦，真的啊！最好是只有我一个人扣五哦，其他人怎么没抽到？太扯了吧！真的，没事没事，你自己提的。我这感觉是5，哇，完蛋，没有啊，有够难看，你们要扣啦，要扣啦。没事，中个火烧加5分。有吗？熟悉的画面，扣1分。有我5分。哎呀。减一，阿美减，慢慢扣，慢慢扣。负一，再来，第二个，够了。来，我看到了，我感觉我要超零了。谢谢大家。哦，来的。给我老鼠货大哥。不要扣十分，恭喜你扣十分，艾雅法拉。我也。大丸也负5了嘛？我也。我今天都这样，今天分数好难看哦。我说今天怎么一直负的？没事啊，游戏还没结束。游戏还没结束啊，负6了。准备迎接双蛋黄，还有我4分了，我有2。阿美不是抽到那个，阿美没有加分。我抽到了火烧，你有吗？有，那你变负6了。理论上这里要再有6星，我差不多要出6星的啦。来了，收钱了，阿宝。比分很难看啊，比分。我来确认一下。啊，我又不是火烧。看一下，歪到起来6星是扣10分。是的。刚刚投我的观众们，不要气馁，我们还没。双蛋黄，双蛋黄，阿宝，对啦，你一定要跟人换分数。宝要先换，我们规则是先换，你要跟谁换？哇，这跟懒猫换啊，不能。可恶，懒猫换了3分啊，干！哎呀。躺着赚分啊，好爽哦！你是我操，还是你两只加20就24了，好不好？我正常零，有料，好不好？14来了，有料，还有一只哦，狠狠击甩在后面，有一只是谁呢？我操，他好猛啊！大哥，你还是第一耶！双蛋黄，这个坏分数都直接追回来。你差之零了，阿宝。好，没事，不要紧张。第50抽，
不过轮现在还没有六星呢，我们其他人至少有歪了，轮该秀了吧？秀啦！我变回秀了，我看到了兄弟，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零零零。好我嘞，哎、欸，我终于要变正数了，我哎、欸、不要，我快了，我负一。十六冲！再来一个六星炒热气氛了，再来一个。嗯，今天这个游戏有玩阿宝，哎、欸、阿伦，阿伦怎么没有没六？我的阿宝你怎么？我的六呢？你六呢？我的六呢？我开前面的。你六吗？我两只，那我这里 OK， 我四分，我四分。我今天的分数好难看。哎、六七。我操阿宝！好快了、啊。什么意思、啊？阿宝毕业嘞、欸！啊，不跟你玩了、啊。阿宝游戏怎么那么好玩？那你们三个人的东西吸光了，好狠的、哦。你毕业了、欸、阿宝，两只大哥一只零，三十四分，跟鬼一样。我只能说第七十抽，我真的是不可能不出了。对你一定会出了。我好像也差不多要出了。厉害，我怎么？哎、欸，我也没有，我也还没有。没有，我们五十，我们五十，我们等等会开始提高级。来、哦，我三分了，要五十哦。没有。不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追猛追啊？我不知道，我没在玩游戏是不是啊？我要在这个游戏里吗？来了吗，伦？想跟大哥打拳。有料哎、欸！你们两个好像顶尖对决、欸，真的哎、欸！啊，我们两个先出六星的怎么办？这样被你们……那不然我们先下班好了，让他们两个顶尖对决。OK， 没事，我们双蛋黄随时逆转。这怎么赢呢、啊？你们两个小心点啊！我们两个水鬼双蛋黄随时开桌啊！小心点，第八十，第八十，完蛋，六十没出。好，哎、欸，哎呀，你怎么了？逆宝都出了，完美啊！烧起来了！一个彩色的，不要说蛋黄，不要说蛋黄，又说蛋黄了，聂宝，你们干嘛？聂宝，都跟你们玩就好了。跟你换分数，聂宝。啊，结果你不能跟谁换，你好像只能跟我换呢，聂宝。聂宝，你跟我换，你太过分了。你跟我换的话，我是变三十四，三四加五三九，阿宝三七，好像跟我没事啊。还是念宝最近有去拜拜，你拜哪一间啊？啊，贝利美，恭喜负十七，恭喜你，十七，格伦，恭喜你啊，贝利美，恭喜你啊，抽到企鹅了。哇，哦，好阿宝，我抽到正值了，正值了，正值了，不亏。你还有一只啊？这个我负十七了，谢谢大家。哎呦哎，哇塞，阿宝，哇，阿宝你怎么剩十七分？他怎么剩十七分？这是信呢还是不信呢？其实蛮不错的吧。你之前没抽白铁，你这里补到，感觉很赚。好像躺着赢还怎么样的、欸？来第九十抽，走起！哎、欸，石头不够哎、欸，等一下，等埋一下，埋一下。我这里你有了。哎呦，各位观众，光蛋黄。哎、欸，我这是哪一个、啊？来了。等一下，你要黑一下，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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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哎、欸，你要黑你要黑，阿美你那个要黑，不然你那个。哎、欸，我这个黑得了吗？哎、欸，对 ，Lin。还是我们帮你黑啊！我有加八分啊！啊，感温感没有另加八，等下等没有，我刚以为我双蛋黄，看来是我想多。OK， 没有人跟我换，那我四十九分了。怎么有人四十九分了？欸、我开场还负五哎，负五开局，负五开局四十九逆转，全靠双蛋。真的，而且还两次双蛋，疯狂轮转位移。蛮好了，蛮好了，蛮好了。那我们可以开画面了吗？可以可以可以。好，因为还是要确定一下。好，阿美，你这个是第九十。行啊。哎、欸，直接快速跳过。有负十二。负十二。完了，这里没升蛋黄，应该今天就是轮赢了。最后十连，感觉我自己都没抽到什么，但是赢了，分数超高。你阿宝给你太多分了。我已经活动限定一个都没有。阿宝在送我分数，哎，好像有人在喂哦。来，婆婆，我看一下你们的婆婆，婆婆可不可以碰一下？哎呀，哎，我靠，贝利美，好了，我也救一下。零，不是，至少给我一个活动限定吧，又这么惨，一个游戏都没玩到。有人火烧一只，我也没玩到。我发现你们分数加起来，比贝利美分数比较高。我负二十二，谢谢大家。哇，你怎么可以这么歪啊？哎、欸，你有点厉害、欸，限定只能全歪，你蛮强。我不知道，限定只能全歪，有点猛。这是猛，哇塞！是他吗？啊啊啊！我要继续了，虽然我输了，但我要继续。哎，我也要继续，我要继续，我要继续。啊，我先要加，阿伦赢了，我先改版。没有吧？
蓝猫也来了，哎，来了来了，哦，比较好，我以为哦，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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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出了，哎呀，哎，你们都出了，看你毕业嘞，你两只但精准命中哎，我到现在一只都没有，怎样？我不让你玩游戏啊，不跟你玩，不跟你玩，不跟你玩，我帮你抽掉，等我一下 ，OK。给我个老鼠哦，大哥！他是鼠王的女儿，那是敌人，那是老鼠的女儿。有啊，鼠王的女儿。这个没钱吗？什么？不行不行不行！我抽到细跟令的。暂停一下哈，各位。不是听说那是千分之一吗？对啊，千分之一啊！啊，我抽到两只。你抽到两只千分之一？很怪，很怪。就剩个年了，神奇。啊？嗯？很神奇哎。嗯？我怎么开始狂歪了？嗯？我不行了，哦，再来一个重月，拜托，再来个重月，给我重月不灵，拜托拜托，重月你要给我粘，我也是粘嘛，对，你怎么说重月就重月，兄弟，你把我重月大哥抽走了，要，上次我大哥，我大哥。大哥，拜托你，大哥 ，yes！ 哦，终于，终于，哎呦，欸，我的老鼠也来了，你老鼠也来了，好喜欢，对呀，啊，哎呦，太棒了，大家一起进，哎，我他是零呐，啊，我要继续说话，好像要补满300耶，搞，我今天看了一下保底，真的300换一下，保底换一只不亏，我现在一零，是动不是我们要玩的。行动。プリムと申します。嗯，好像两快饱了。薬草師のミルだと言います。哎呦，你们到底是冲动还是没有停下来？ドクターの質問室は。来，跑掉，黄蛋黄有没有？林小姐，哎，林的全名是林雨霞。接到林雨霞，林就是林雨霞。林。各位观众，林雨霞。哪一个女的？不行不行，以我今天的手气，我今天不能再抽了。我要。没有啦，其实放到这个游戏真的一只就够了。对，是有个男人比较特别一点，他一定要抽满。你是说有一亿的那个男？有一个还没停下来的那个男。等一下，那个男人比较等一下，六只是不是？我还行了，210，都有一阵。哦呦，大哥，哎，你几只大哥了？像4只了。OK。哇，兄弟，300海底。300刚好海底六星兄弟，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投资啊，搞一个六星。OK， 那 OK， 够的。哎，欸，不知道哎，你刚好定好哎，最后一张雷高飞，开一下，开一下是谁？是谁？哎，欸，所以你是300钱刚好最后一只，然后你可以再换一只。对，他300，他可以用券再换。哎呦，哎呦，私はアンブリエル。还是我这里差个年，你补一下。冷静，冷静，冷静，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太惨了，死兄妹，就差年，就差年了。哎，你有料，好强啊！这一次，舒服了，真的，舒服兄弟，舒服兄弟，真的。好了，今天看起来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了，换了两次分数，但都没赚。没错，没关系啊，再怎么样都我负22分呐 ，OK 了。是的，还得有你啊，贝里梅。没事啊，我替大家挡。好啦，好，谢谢大家啦。妹妹讲，今天吃了什么？吃了卡哇伊。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接下来不睡啦，明天再努力。啊，那 boss 啊，那你 boss 现代？哎 ，boss 天才。嗨嗨 ，nice nice 天才。哇。